啊，迪麦西，我们看到了迪麦西，来，粉丝非常非常热烈，粉丝的呼声。迪麦西，啊，还在跟粉丝打招呼，非常有礼貌啊，非常有礼貌。但是车开走了，人还没上车呢，好，车被那工作人员拦住了。你继续看，他是，在翻译，在跟那个翻译说，让翻译用中文跟粉丝传达他的意思，真是贴心的偶像。他旁边是翻译，他听不懂，旁边有翻译吗？孤独说衣服上有你的名字吗？大可就有哎，然后。萍姐忠实粉丝说：“粉丝疯了。”我们来看到迪玛希一直在跟粉丝聊天，因为语言不通，需要经过这个翻译，要翻译。好，他要上车了。大可什么时候连线杰西卡？这个不知道哎，就要等杰西卡那边发过来信号。好，我们看到迪玛希已经上车了。